2023国际海牛文化节将要来登场啊！中华馆长王惠美、甲普天宫副主委洪福成、柯清安、甲总干事郑建祥等人跋杯做伙请示妈祖，最后选择伫5月28号要来举行，并且嘛祈求国泰民安，甲活动会当顺利圆满。那今年是第五年来举办，今年的重点是伫国际的这个交流的这个部分，希望甲咱的这个海牛能够呢向世界来推广哦。伫遮邀请到咱所有乡亲，5月28号，咱的吉日来遮来参加咱国际海牛节，来这个做海牛啊，来去咱的这个潮间带来采科，那同时来看咱的海空步道，看咱这间专台数一数二的妈祖宫，甲咱金碧辉煌的这个天宫殿，那同时嘛为大家规划一系列我们地方产业的这个相关活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国际海牛文化节是中华县的无形文化资产，今年将要在国立5月28日来举行。王惠美馆长邀请全国乡亲做伙来洪湾乡拜妈祖，体验海牛的文化，顺续会当到洪湾海空步道欣赏到海边海波地景观，欣赏中华之美。公益频道张华韵洪湾采访报道。